23日下午在首尔鲁伊道 FC 购物中心，人气男演员刘亚仁为宣传某汉堡品牌推出的新产品而出席活动。刘亚仁身穿夏日的清爽白衬衫，搭配帅气的长款休闲裤，尽显潮男本色。自2012年出道以来，这2年刘亚仁就迎来自己的大事年，不仅拍摄的电影连创纪录，在前不久结束的古装剧《流龙飞天》中的角色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即将要入伍的刘亚仁也面临了人生最大的挑战，大众们也希望在入伍前能看到刘亚仁的巅峰作品。네안녕하세요유아인입니다오늘이렇게맥카페와함께여러분들무더운날씨에시원하게만나뵐수있어서굉장히반갑고요오늘즐거운시간되었으면좋겠습니다